帅哥，来看车吗？别在这没问啊，进来看啊。对，我是来看车的。你是已经有心仪的车型了？不用进去了。不进来，我怎么给你详细介绍呢？对，我心仪的就是那款 SUV， 你带我去试驾吧。好的，你是想选中配车型还是高配车型？不行，你有先进去。哎，进去了怎么去试驾呀？当然是体验高配车型了。那我先去拿钥匙。春子也是，那就不进去了。哎呦我的妈！要把我震碎！你上那边看，我现在有点乱，我已经倒杯水。木子，你都看着了，这人说话慢慢拍的，我跟人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，快帮帮我，提成我俩一人一半。帅哥，到底需要哪款车？到底是中配型还是高配型？你有什么好乱的？我不渴，谢谢。我乱就乱在不清楚你到底要买哪款车。我都说了多少次，就是买 SUV， 高配，高配。好的。到底出啥事了？他准备结婚了，因为男方没车，父母就不同意，让他们分手。好可怜啊！不行，他这种状态上班会影响公司业绩，你得想个办法帮他控制一下。我能有什么办法？那我就直接把他开了算了。男叔叔，为了一个男人哭哭啼啼，你至于吗？我确实不懂什么是爱情，所以我只能通过报复性消费，花个八九十万用物质来填满心中的空虚。可他是我的初恋，初恋能用物质来衡量吗？你懂什么是初恋吗？怎么不懂？初恋的感觉不就跟买第一辆车一样吗？随时随地都想开着它，给它喝最好的油，洗最好的澡，配最好的装饰，就想独自一人占有它。对呀、而且我的青春都给了他，你懂那种感受吗？怎么不懂？青春就像帝豪 S 跨界玩家版 SUV 一样，磨豆会的车身与橙色双饰条碰撞，犹如青春般的少男少女拥抱在一起，火花四溅。绿冬衣服贯穿式尾灯，光影交替，彰显青春的放荡不羁、爱自由。原谅我这样送的给放纵爱自由。好啊，木子，差点没反应过来，你买车居然卖到我头上了。我要是有钱早给他买了，还至于分手？买不起可以贷款吗？作为销售，难道你忘了这个车本月新上市，三年免息，最高贴息7000元，最适合当你们小年轻买的第一辆车。下个月就没这个活动了，就像爱情一样，错过了就再也没有了。但就算是免息又补贴，以后我的还款压力很大。你蠢啊！等买了车，你们结婚以后，贷款不就他来还了吗？哎，不是不是不是。让你跟客户演下汽车术语，你上哪里去了？你找演员，这算哪门子演员？放心，他比我演的形象多了。什么是烧胎起步？空气悬挂是什么意思呀？什么是时势四驱呀？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哎呦我的妈！92号汽油和95号汽油的区别是什么？这是加92号汽油，这是加95号汽油。哦，这是上坡辅助，这是自动前驱大灯，这是轮胎保养。那发动机抛锚是什么意思？这就是他以前抛锚的时候。木子，又来一个面试的，马总让你去帮他翻译一下。马总又听不懂面试者的话？不是，这次是面试的听不懂马总说的话。陈宇你好，我们招聘的这个岗位是需要有独当一面能力的人。这个岗位从头到尾只会有你一个人，团队中不会再有其他人。你在这个岗位上，我们会给你充分的发挥空间，不受任何限制。我们也不太会，全靠你了。那公司要加班吗？我们公司不提倡加班。自觉加班，没有加班费。公司致力于扁平化管理。公司没有规范的管理制度，只有一个领导，啥事听一个人就行了。福利呢？公司提供住宿。办公地点偏僻，交通不方便。薪资增长幅度大。基础工资很低。定期组织团建。定期占用休息日听老板吹牛。你很优秀，是我们想要的人才，但是你这方面的经验不够足啊。准备好了，我要要价了。其实刚开始钱少无所谓，主要是我能在这儿学到东西。你这是我们需要的人。他的意思是反正没有其他公司要的，先在这里混点工作经验，以后方便跳槽。你哪怕有个少亏的工作给他。哦，
美女你好，我们公司有个平面生态资源整合总监的岗位很适合你，有没有兴趣？你们谁有空送我去趟机场啊？你们背着我的老李，就你了。哦，你干嘛呢？门在那边呢。不好意思，昨天我眼睛刚做了手术，眸子还有点浑浊。那你还开个屁的车啊，赶紧滚。好的。小张还在睡，就你了。岳总，我中午喝了点酒，不能开车。工作期间喝酒，别干了，赶紧滚。我是和客户谈成了一单大业务，中午一起吃了一顿庆功宴，我滚的这单屁股。那放你半天假，就去醒醒酒。谢谢岳总。岳总，听说一开始就想送你，但是我没有车呀。我们绿色会连最不缺的就是车了，赶紧出发。可是我昨天刚拿的驾照，车技不是很娴熟啊。开车就跟拍拖一样，一回生二回熟，出发。哦、绕车一周，检查车辆无异常。赶紧上车。嘿。那就干嘛？走啊！还没有播报灯光考试呢。想体验一把耳光考试吗？开始起步莫着急，打开左灯慢慢移，车胎出库右打死，车线平行立回正，小无小差别着急。见客户，你们不准偷懒哈。太好了，我们提前溜了吧。等等，岳总手机没拿，一定有啥。蓝牙是开启的，电量74，屏保是他自拍。好热呀，车什么时候到呀？快了快了，你看。喂，岳总，怎么了？三三，我有个手机忘了拿，你看到？看到了看到了，你的蓝牙是开启的，电量还有74%，屏保是你自拍。那我的自拍上衣有几颗扣子？果然翘班了，5分钟之后开视频。5 minutes later。你们在干嘛？我们在擦车呢，岳总。不会是录屏吧？来，小张，给岳总打个招呼。岳总，下午好。口令：月月出门，倾国倾城。绿色汇联，一路向前。还说不是录屏？岳总，我跟你开玩笑呢。小张刚上厕所去了。口令：全国70万个桩会充电，是真的棒。你们再合适我来骗我试试。岳总真没骗你，我在带顾客看车呢。哦呦，岳总，久仰久仰，我能证明口令客服至上，服务第一。三三，你到底在哪儿？岳总，我好像有点中暑了，躺在车里睡着了。身体不舒服就好好休息，只要不翘班就行。我先挂了。谢谢岳总。三三，你死定了。